我们刚做什么事情？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做了一个消费清单，而且是针对那个 I 这一栏来去做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，应该有印象哦，我们刚做了几件事情，我们是不是有做，至少有做复制贴上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刚开始是不是先复制游标所在的存格的那个人名，复制人名消费者的名称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不是切换工作表去做贴上，所以去 data 工作表贴上，然后贴完之后呢，贴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往右移动一格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不是写往右移动一格？好，所以往右移动一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不是回到那个0815直播工作表？回到那张工作表之后去做什么？选到左边六格，选左边六格，选到左边六格之后呢，然后去做去 data 工作表贴上，贴完之后去做什么事情？是不是回到什么？回到左下那一个，回到那个左边一格，下面一格，左边一格，然后下面一格。然后接下来回到0815直播做什么事？回到右边六格，回到右边六格下面一格，对吧？大概就做了这几件事。